我的眼睛告诉我，我会了。翻车现场，后面有彩蛋。Welcome to Shower Kitchen。准备半只鸡，把它切成小块。我会把全腿保留下来。鸡屁股去掉，继续切成小块。把翻车的椰子拿出来，椰水倒入锅中。把椰肉取出来，都取干净。把椰子肉放入锅中，加入两碗椰水。我用的是这个蓝色包装的，大家也可以跟着自己的喜欢的牌子买哦。放入红枣，红枣要掰开才会更香甜。放入虫草花，虫草花的功效不输于冬虫夏草。盖上锅盖，等沸腾15分钟。我们再把鸡肉加入汤中。再次盖上锅盖煮20分钟。现在的鸡肉香甜嫩滑。加入汤的灵魂伴侣香菜，我这是没加任何的盐巴和调味料，因为它已经足够好喝。